天上朗朗，人间长安年。猎魔是我的天命。大陆的天空不应该被魔云遮盖。不灭龙魂或万般邪魔。还不快点，要迟到了。悟空门的武学要一步一步学，他日终成大器。拜托你了，一定要保住师门。我这负伤之躯也要战到最后，奈何魔物太多，师父的安危就交给你们了。我这负伤之躯也要战到最后。师父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真令人担心。休想越过我身后一步！快去帮助师父！我这负伤之躯也要战到最后。师父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真令人担心。师父有危险。快去帮助师父。悟空门的传承，封印之剑激活进度达到100%，快来看看吧！击败魔龙，夺回封印之剑，激活转。马上激活封印之剑，获得专属被动技能。
城。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定能渡过难关。我感觉上次在集市买的降龙十八掌快练成了。我祖传绝学修炼成，把海斗杀个屁滚尿流，渔村的安危由我们来守护。绝不能让海斗的阴谋得逞。下不太平，百姓也难。放心交给我吧，没啥难得到我的。我感觉上次在集市买的降龙十八掌快练成了。交给我吧，没啥难得到我的。那个通风报信的声音很熟悉，就渔村的安危由我们来守护。南威由我们来守护，待我祖传绝学修炼成，把海斗杀个屁滚尿流。绝不能让海斗的阴谋得逞，绝不能让海斗的阴谋得逞。遇到了一个携带魂魄的 BOSS， 战胜他之后可以吸取魂魄，把它收服为我们的守护。他吸取 BOSS 魂魄，凝聚成守护盾剑。